达潮福利真好啊！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一样着数嘢。如果本身打开机同埋中意打机嘅朋友咧，你就一定要留意以下呢一样嘢啦。今日咧我就准备咗价值$150嘅丝膏啦。所谓送佛送到西，送俾你哋，你哋都要识点用嘅。咁而家就教下你哋点样用呢啲丝膏啦。首先咧就去 Razer 个网站 download 呢个 software Cortex。咁呢个软件咧有好多好处噶、哦，首先咧就可以提升咧你部电脑喺玩游戏嘅时候嘅效能，包括提升你嘅 FPS 啊、画面啊、释放啲资源啊等等等等。第二嘅好处咧就系可以帮你价格啦，睇下边度买 game 平啲咁嘅。同一个游戏有唔同嘅价钱，比如咧我而家想买 Hitman， 咁我就喺 Cortex 呢一度咧就输入 Hitman。然后咧，佢就会显示出唔同平台 Hitman 嘅售价。啊，而家呢个 Gamers Gate 就卖紧49.79啦 ，Bundle Stars 咧就卖紧53.99。咁加紧个最平最抵咧就系 Gamers Gate 啦。咁点样俾钱咧？就系 click 入去，然后咧就选择用 Z 高嚟买，咪好方便咧，而且咧就可以用最低嘅价钱嚟购买。除此之外咧，这个软件咧仲可以帮你储积分，储呢啲 Z Silver 嘅 Z 高咧就攞嚟换 game，Z Silver 咧就攞嚟换 Visa 产品嘅。点储法呢？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揿入去每日登入呢度啦。等等等等，今日咧我又储咗10 Z Silver 啦。咁呢啲 Z Silver 咧系会累积嘅。咁咧就是、第一日咧就系、是、储5分，第二日咧就储10分，之后咧不断加上去，如此类推。第二个储 Z Silver 嘅方法咧就更加简单啦，就系、是、你玩 game 嘅时候咧就已经会帮你自动储噶啦。当你玩紧指定游戏嘅时候咧，每一分钟就可以储3 Z Silver 噶啦。所以你打机嘅时候咧就已经自动赚紧呢积分噶啦。仲有其他方法嘅，好似订阅啦，同步你嘅 Steam account 嘅愿望清单啦，都可以帮你赚好多 Z Silver 嘅。咁睇落去咧都几抵嘅喎，我平时打机又系咁打，而家咧就一路打一路咧就可以储啲积分 Z Silver， 咦，储落嘅 Z Silver 咧又可以换 Visa 嘅产品，哇，咁听落去咧都几正嘅，大家不妨试下。